Hello， 喺3月25号星期六，湾仔伟谦会有一个再度重相逢嘅生日晚宴啦，所以我哋今个星期净系安排咗一场直播嘅啫，多谢大家，到时见啦。在3月25号周六的晚上会有再度重相逢的生日晚宴，所以这一周我们就只安排了一场直播，希望大家可以来支持我，到时候见，谢谢。我钟情你，就像钟情你。